主料，空心菜3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酱油一茶匙，大蒜18，小米椒5颗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空心菜摘去叶子，菜梗洗净后切成丁，小米椒洗净切圈，大蒜切末，锅中放入油，烧至自成热，包香小米椒圈和蒜末，放入空心菜丁，大火翻炒，空心菜炒至变色，加入开天老字号365高鲜头的酱油和适量盐，炒匀成器即可，完成了。烹饪技巧，海天老字号365高鲜头的酱油，提取头的原油，营养更丰富，与蒜泥的香味融合，更加可口诱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